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姐。这边讲话要回音呢，还没开空啊？哎，对啊，这边。你是要来打机台的吗？后面是空的。后面空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今天我们来到了嘉南药理大学的这边巡台，然后嘉南药理大学就在对面，然后这是它正对面的一间娃娃机店。嗯。然后我们来这边，就我们你看后面是不是没什么机台？对。但它机台是这一半边的。应该是撤掉了。应该是对啊，应该有可能的。然后我们今天来呢，我们刚刚有发现外面它有一台。那个是一个三峰台，蛮特别的。我们就去打那一台看看。来吧，走吧。只是呢，这边是那个大马路，可能一出来声音就会变很大声，因为很多车，这边车流量超大。没关系，我们就玩一下。我都看不到你的楼梯。是这个对不对？那我把它夹掉。夹不到。哦，可以，我这个要夹到了。其实巨无霸的尴尬的点就是它在这一段几乎夹不到东西。等下我把这个夹过来一点，我想要夹一个东西补在45度角。等下我要逆斜甩这一个。我在想拍得到吗？拍不到吗？这个下不去啊。那个哎。我想办法把这个夹掉，不然你的画面拍不到东西。这是自己敢讲话。它倒了。它差点出哎、欸，那个，刚那个它往前抖了一下，差点出。硬甩。有比较平。怎么了？我再看一下，看到盲点吗？哎、欸，有了吧？有画面了吧？哦，很空了。来，那我再把这个夹出来。现在那一盒应该是可以出了，只是我要先找东西，在这一个要出来。看到吗？电动前面。这边可以啊。因为我先动那边，是因为怕你的画面，你的画面好像整个都洗衣球挡住了。这个呢？来了！哇！飞啦！来前推！来，我来试试看这一招。哪招？前推捏。绿色的应该要出了，来，前面是完美斜坡，这没关系，我重点原本一开始就是要打这一盒，这样，外面有点热，越来越闷，哟，外面等一下就要喷大雨了。要出了，有来有机会有机会。哎，我怎么就垮掉？我刚刚就说先把上面的。有吗？你有讲吗？我先打正枪位啊，就是一直都是指那一把。我强烈的错，所以就是拿上面就拿上面，先打正枪位。这个上去啊，这个进不去。卡住。要卡住了。这个，它捏薄，来哦，啊，捏不到它就是捏到别盒，捏到别盒，怎么想说浮起来，怎么颜色变了？哎呀，怎么没助攻？啊，这盒真的很可惜，这盒抓得到的话，完美。但是我先，有。什么？中了？怎么中？中了？怎么中？
就这样啦、啊。勾起来出，哎、欸。我请他有开转变，前面的粉红色嘞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嘞，姐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他那个就是会有下段那延迟那一下，抓到就他滑下去就没有抓到，失算。嘿，哎，他现在有一个点把他抓掉的话，他会崩下。哪个点？粉红色那一。你有没有看到？它全部的东西就是粉红色，我也不知道，试试看啊。哎呀，你掉下来了，它快崩了。它快崩了，抓它上面这一个，拖。哎呦，哇，没有两合一起啊。哎，来哦，来展现一个，我先拉一下东西过来。啊，它怎么滑下来？靠腰。想要两合一起是不是？对啊。我想说，他如果爪子抓到那两个，应该是抓不住，两盒会同时脱掉。哎，有了，你转一下它。哦，我整个快流汗了，这个外面超闷。来了。哎呦！哎呦！怎么没有过那个坎？厉害吧？他把那个纸整个撕掉了。这样子会不会我比较好出啊？帮你。可以啊。勾它，勾它。勾一下就好了。你勾起来，是吗？嗯。哎，靠腰。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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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来。勾。捏宝，那其实这两个捏宝都可以跟它拼脱。出，来了，这个点可以，这个这个卡针可以。你最喜欢这个卡针？对，没起来。来了，哎、欸，嗯，我要的那个最经典的摩天啊。摩天啊，两盒。来了！哎呀！来了！哎呀！出一盒，可惜。而且它把那个粘在那里，有没有影响？其实有影响，这个可以让你整个一直大脱钩，因为等于你是，如果它把它整个包覆住，你等于是少一个爪套的意思。而且它是，老实讲，它吃的蛮多的。它整个吃掉啦。结果还那么丢，你怎么还抓得住啊？香味，摸它一下，下滑。对啊，我刚刚这一下已经有提早拍了。老实讲，现在我们就是最好的办法，就是你把前面那一个斜坡不要动。我们先试着打最有力的，就是把东西打过去，因为它那边是一个很完美的斜坡。如果我们能够再夹一个那个贴纸，把它另一个也贴住的话，哎呦，哎呦，滑出来，终于有一个是自杀的，真的。这个自杀不就是山崩要给我们的感觉吗？对啊，终于感受到一个了哈。我们要的是这个。对，不是要技术节。没有东西了。对，有开始有一个洞了。勾，我看能不能出最后一盒，就最后一盒就好。一直打一直流汗，哦，现在我已经全身爆汗了。我也好热，因为外面很闷，外面整个就是快下雨了。
二外丢。啊！来了，枪位。锅亮掉，快去看。快快了。哎呀，还要滑掉。因为我刚刚有出啊，快掉！啊，怎么又掉呢？全包好不好？自杀！滑！滑！终于！完美自杀！阿伯说那样就好。还有，再自杀。因为我是看到那个，我就觉得不行，还能甘愿，还得再打他，打他个一两，完美自杀的一个斜坡，嚯，可以，差一点，你没，我猜你的贴纸两滴呀，完了，多好的自杀呢，自杀要来了，来，对啊，来了，自杀要来了，来，对啊。来了，没智商，脱钩，按来脱钩。我要的是那个一个飞出来的感觉，一二射，一分，一二射，来了。那你是不是要把那个蓝色用下？对对对，我们再拉一个，最后一个，这次就真的最后一个了。甘愿了，甘愿了。哎，我赶完了，赶完了。来了来了，快点，我不行了，我好热，我不行了。要中毒了吗？差不多了。有了吧？你要那个贴纸都粘进去了。滑。至少。粘得很紧。啊！最后了，最后。有没有听到打雷声？对啊，我们要赶快走了，打雷了哎。打雷了，拜托！打雷了，赶快让我们出货。出了，哎呀，有了！哇，啊、它太刚好，它为什么有办法补那个洞啊？就是这么刚好，两盒一起，说好要最后一盒，结果还在这。出一盒不甘愿。对啊，没有一个完美的 ending， 怎么做结尾呢？大。大。结尾结尾哦，快点快点快点，结尾。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，比上次还多。这个是高过巨无霸。我们上一次打是高过标准台一般台，而我们这次打是高过巨无霸。那个荧幕进不去。没关系，你就这样往上仰一下就好了。我们这一次呢，挑战巨霸洗衣球三崩台，我们就打这样子吧，抽个两盒出去好不好？好啊。那这两盒就抽给一个人吧。好，那抽奖办法以后再骗我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好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